外媒拍摄的我国当红女星为 PS 的照片遭到曝光。胡丽娜扎平常时候很清纯可爱，皮肤水嫩滋润，但是高清镜头下的她却不尽人意。在普通人群中，虽然也算是美女，但是和正常照片相比，差距有点大。刘诗诗这个妆化得好浓，嘴唇很红，但是却不好看，皮肤也是异常的干燥。一直被称为气质的女生的她，也逃不过高清镜头下的厄运。一代玉女张柏芝曾经是多少男生女生心中的女神，但是高清镜头下却黯然失色，脸上油有点多，还有痘痘和雀斑。林心如一直被称为不老女神，高清镜头下老了很多。范冰冰还不错，但是没有了以前的神气和霸气。杨幂内地花旦也逃不过高清镜头下的厄运。董卿第一眼让人认不出，这画风确实挺吓人的。网友们纷纷评论，高清镜头下只要你没打扮，谁的脸都逃不掉难看，明星素颜还不如大街上有的人。三分长相，七分打扮，只要包装好都很漂亮。